好戏开场了呀！好久没跟徒弟打游戏了，不知道他天天都在干嘛。哎，他上线了。徒弟，怎么了，师傅？好久没打游戏了，一起玩一会儿吗？那好吧。师傅，你猜我们的队友是谁？谁啊？这不是南雨吗？这都被你发现了，还真是南雨。又要被你们带吃鸡了吗？吃鸡那不是小意思吗？看好了。这不是有手就行。嗯，哎，不是，南雨，你干什么呢？啊，没什么，我弄着玩。我跟你说啊，你给我注意点。啊，师傅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没事没事，快杀毒了，苏雅来上车。来啦，师傅，这南雨怎么坐在副驾驶啊？那后面还有位置，你去后面坐吧。那好吧。那我让给你坐。你就给我坐在副驾驶，我看你怎么敢跟我徒弟换呢？你师傅不让。啊。南雨，你开车。好好。我们就在这儿苟一下吧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炸我师傅？你个臭男鱼！让你刚才威胁我。你个坏男鱼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师傅是怎么样对我的？你师傅趁你不在，说他喜欢木木，让我离木木远一点。行吧，我不想听了，进圈了。光明正大的污蔑我。哎，不能动了。你觉得你能进圈吗？师傅，你怎么能这样？视频未完待续，下集更精彩。